谢谢，非常的谢谢，因为你们的掌声，你们的鼓励，我会永远放在心上，谢谢你们。这是已故前兄弟象总教练阿美族黄光辉在2004年隐退赛上对所有支持他的球迷朋友所说的话。王光辉因肝癌病逝，享年56岁。回顾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棒球。他不仅是兄弟象进入职棒的创队元老，更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教练。而黄光辉也十分照顾其他原民球员，因此他也和同期的原民选手阿美族郑信生一起构思如何协助棒球运动的发展，并一手创立了原棒协，也担任过其中理事长的职务。面对他的逝世，原棒协也特别发文来悼念他。他是在大学端的时候，我跟他就开始有在球场上交战而认识。那基本上他是一个做任何事情呢都非常以正面乐观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所有的这个活动，所以他在台湾的球界里面都受到尊崇，也受到很多的朋友们的一种尊敬，很多的球员对他真的是也非常喜爱他的一种教导方式。王光辉精彩的棒球人生已然落幕，郑信生也希望后辈能够永远记住这位传奇，将他的精神不断的传承下去。也是新闻老报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